发掘静心经卷上，随天竺三藏舍那觉多译。尔时，婆伽婆富于一时，由波罗奈城诸仙住处鹿野苑中，与大比丘众足满千人，富有五百诸菩萨众，于其众中多有诸根未成熟者，有减少善根者，有诸业障者。尔时，彼处诸菩萨中，复有诸菩萨乐多世事，乐于谈话，乐于睡眠，乐于杂业，乐于戏论，乐于染着，种种文辞散乱之业，不合禅行，于诸善事懒惰懈怠，破经进行，忘失正念，无所能知，常行乱行。尔时，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曰弥勒，在彼会坐，知彼众中诸菩萨等有如是行矣，即作是念：此诸菩萨减损道分，然我今者应当发觉此菩萨等，令彼意念发起道矣。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作是念矣。于日不时从禅定起，往诣诸菩萨所，道矣：与彼诸菩萨共相慰遇，为作欢喜，令彼乐欲求闻法故。因而告彼诸菩萨言：长老汝等颇于菩提分中，不损减乎？弥勒菩萨作是语矣。彼诸菩萨与弥勒菩萨言：长老弥勒，我等道分唯有损减，无有增长，何以故？然我等被取住疑心，我等唯当得作佛爷，不得佛爷，我等唯当堕落法爷，不堕落爷，于诸善根为欲生也，为不生也，作欲恶心，我等住取事相，作是语矣。弥勒菩萨告彼菩萨众言：汝长老辈今可共往一佛、世尊、如来、应供等正觉所，然彼世尊一切知见无碍解脱知见具足，巧知一切众生心行，彼佛世尊良汝等行，当为说法。使彼众中六十菩萨共弥勒菩萨往诣佛所，道矣：五体同面礼佛足矣，余地未起，悲啼欲泪。即弥勒菩萨顶礼佛足，却作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诸菩萨言：诸善男子，汝等应起，莫啼莫叹，勿生热恼。汝等过去作此业障，汝等于时欢喜踊跃，骂力毁辱破坏他人，不信业报不能分别，业障缠绕不合善故。尔时，彼六十菩萨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向佛合掌而作誓言：善哉，世尊，我等业障愿分别说，令我等辈自清净心，勿复更造。使彼菩萨作誓于意，佛告彼菩萨言：诸善男子，汝等过去于拘留孙如来教中出家学道，既出家矣，住于境界，于界放逸，住于多闻，于多闻放逸，于头陀功德皆悉损减。于时有二法师比丘汝于彼所诽谤淫欲，为多利养名闻因缘，
与彼亲友施主之家极度悭贪，于二法师所亲友谈悦，汝复破坏离散，两舌回汝令生疑惑，不生信心，信不具足，说非善事。十二法师所有众生心生尽性随顺之者，令彼等辈断诸善根，作诸障碍，汝等以此业障缘故，遂于六十二百千岁堕于阿鼻大地狱中，复于四万岁堕于活地狱中，复于二万岁中堕黑绳地狱，复于八百千岁堕热地狱，复于彼处舍命矣，后还得人身，于五百世中生盲无目，以业障故所生之处，一切暗顿忘失本心，善根闭塞少于威力，众皆弃舍横背欺凌，为人憎恶毁资诽谤，长生边地贫贱之处下种姓家，少利养少名闻，不为他人恭敬供养，亦不尊重，人所不喜，众所厌恶，汝等从此舍生命矣。于后五百岁中正法灭时，还生恶国恶人之处下种姓家，贫穷下贱被他诽谤，忘失本心，不遇善根，常有障碍，虽暂遇名还被异案，汝等于彼五百岁后一切业障而乃灭尽，于后得生阿弥陀国极乐世界，使彼如来方受汝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二十彼等六十菩萨城富伽罗等既闻此已，门类恐怖毛竖，合掌向佛而作誓言：世尊，我等从今若于菩萨城富伽罗所，若生嗔恚过失，而复更造自于业障，我等今日于世尊前皆悉忏悔。世尊，我等今者于如来前发十誓愿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入于菩萨城富伽罗呗，于犯罪之中发觉言说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入于行菩萨城富伽罗所，戏弄恶见而轻慢者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入于行菩萨城富伽罗所，而其我慢收彼恶事若实若虚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见菩萨城富伽罗者，若在家若出家，受五欲果报复，乐游戏娱乐，见世事已生不信心，取彼过失，不生净心，不作思想者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于亲友家乞丐家因缘行菩萨城富伽罗所，若逼切身心者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行菩萨城富伽罗所，出不喜声及骂力声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于昼三时及夜三时一切菩萨城富伽罗所不礼拜者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为护此受故若身若命而不舍者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若生闻成若辟支佛成富伽罗所，若起圣念自大非彼，我等则为七狂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于游行时
若不作卑下心，如旃陀罗及如狗犬，若不作如是行者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，若自称誉毁谤于他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不称斗鼓，若不离彼去把游巡犹如风吹者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于持戒者，我应敬念，若多闻者，若头陀功德及醒事者，并于功德若不赞说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日已若不复藏己之功德，开示己恶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尔时，世尊赞彼六十行菩萨成富伽罗言：善哉善哉，诸善男子，汝等善说此诸誓愿，能自发觉善作誓愿，汝等如是住者，当尽一切业障，当得善根净。尔时，世尊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弥勒，若有菩萨欲净业障，当作誓愿。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善男子等护持此愿，当得满足不退转否？佛告弥勒：有诸菩萨受行誓愿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宁舍生命不缺此行，亦不退舍。尔时，弥勒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行菩萨成、富伽罗等，具足己法，于后五百岁，法欲坏时，无损无害，而得免脱。尔时，佛告弥勒菩萨言：其具足有四种法，于后五百岁，法欲坏时，不损不害而得免脱，何等为四？不求他过，于菩萨城、富伽罗所有犯罪处而不发觉，于善友家及施主家不生吝惜，舍离恶言。弥勒，是为行菩萨城、富伽罗等具足四法，于后未来五百岁时不损不害，当得免脱。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莫于他边见过失，勿说他人是与非，不着他家尽活命，诸所恶言当弃舍。复有四法，行菩萨成、富伽罗等，后五百岁，法欲坏时、比丘坏时，无损无害而得免脱，何等为四？所谓不相应众生，应当弃舍，远离大众，常修懒惹，相夫己身与此相应。弥勒，行菩萨成、富伽罗等具四法者，于彼后时五百岁中法欲灭时，能于自身不损不害，安稳解脱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弃舍众闹即远离，无法比丘勿亲近，当修懒惹佛所赞，不着利故得涅槃。是故弥勒，菩萨于后五百岁时欲自不损不害而得解脱一切业障，欲得免者勿亲会闹，因助懒惹空闲园林，离不相应诸众生等，常自省察，莫求他过，爱乐默然，当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与诸众生起慈悯心，而为说法，务求恩报。尔时，世尊复告弥勒菩萨言：善男子，法师有二十功德，不求果报，不着利养，给予名闻，而为说法，何等二十？得正意念，得胜妙趣，得好正义，得强智力，
得多智慧，觉悟出世般若波罗蜜，当得少欲，当灭嗔恚，当灭愚痴，一切诸魔不得其变，诸佛护念，非人守护，诸天余力，一切怨家不得其变，凡所亲友无人能坏，凡所出言人必信受，得无所谓，凡有行处恒常欢喜，智者赞叹，所行法师恒为他念。弥勒，是为法师不求果报，得二十功德，既舍利养，给予名闻，衣服饮食无所希望，饶亦为首常行法师。复次，弥勒，菩萨复有二十种功德，不求果报。菩萨为他行法施时，不着利养名闻，饶亦为首硕行法施，何者二十？彼为生辩才，则能令生，生以布施，得陀罗尼，当得察勤，不用多力广益群生，少用功力多所利益，于众生边恭敬尊重，常应供养，当得身密，当得口密，当得意密，超越恶道，及诸恐怖，于命中时心得欢心，如法正说，能服他论，巨大威德，圣人敬仰，况于凡数，诸根成就无能及者，身心具足，得摄摩他，毗婆舍那，能行难行，精进不减，守护正法，速能超度，不退转地，一切行中得随顺住。弥勒，是名富有二十种功德，菩萨法师不求果报，不着利养，给予名闻，衣服饮食，饶亦为先硕行法师。弥勒，汝观未来后五百岁中，由己所无至菩萨城、富伽罗等，行法施时，忘报欢喜，非不忘报。彼作世心为他说法，增多亲友及乞丐所悟，行于法施。又作是念：云何当令出家，在家生尽信心，供养于我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所需，以是缘故为他说法。弥勒，譬如死蛇、死狗及死人等，其实臭秽可恶，浓烂不净，众人厌恶，舍离远去。如是如是，弥勒，于后末世诸法师等，为求果报，为他说法，若无财力，厌恶生苦，疲倦舍去，我等无力，如此法师无有利润，己不与我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床铺，作如是念：我何因缘于中疲苦？彼人为众供养，成事己身，续于侍者及弟子等，而不为法，都无利益他人之事，耳口乍现如是未遇，教导众人。我有慈悲如法摄众，不为财利，为利益故，至彼诚意聚落王家，为成熟众生故。彼虽作侍女，心常为卫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等事。弥勒，我不说彼求财物者法师清净，何以故？福求报者法不平等。弥勒，我不说彼希望报者成熟众生，何以故？若自谓成熟，能成熟他，无有是处。弥勒，我不说众成事爱供养身，摄取种种物者为利益他事，何以故？为成事者，为卫身乐故，不能摄众建立修行故。弥勒，
我不说诈称善者为助难惹，弥勒，我不说薄服人者为少欲行，弥勒，我不说追求好饮食者为行乞食，弥勒，我不说少利养者为知足行，我不说求好衣服者为持粪扫衣，我不说道俗不实而独住者为不杂行，我不说好产屈者执佛心事，我不说求他短者能与法合，我不说多嗔怒者为戒惧清净，我不说我慢共高者为多闻，我不说好朋党者为持律师，我不说威仪浊者为善尽说法，我不说多绮语调弄者为善说法师，我不说染浊家者为清净梵行导师，我不说求福田师者为不惜报，我不说求报恩者以为善摄事，我不说求利养名闻者为内心清净，我不说无信多分别者以为出家，我不说信他教者为好持戒，我不说不尊重者以为听法，我不说着饰点咒诅者以为爱法，我不说不信空者而得解脱，我不说染浊者以为修行净，我不说染浊行者为满菩提分，我不说住所得者以为正智，我不说羸弱者为忍辱满足，我不说无人处者为忍力慨，我不说本性少烦恼者为戒清净，我不说多余者为依教行，我不说乐言语者以为一心，我不说乐作事业者为法不减少，我不说内心净者当堕恶趣，我不说依智行者以为杂行，我不说方便相应行者以为产屈，我不说不求名利者以为妄语，我不说无戏论者以为谤法，我不说喜护正法者为爱生命，我不说恐怖行者为发精进，弥勒，如是等种种诸过产屈颠倒贪道等，于未来世五百年后，菩萨成辈住此恶行，当须护之。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此六十菩萨，于未来世五百岁后有诸业障，唯当更有其余菩萨也。佛言：弥勒，于五百岁后更有其余菩萨，当为业障所缠，其中亦有能尽业障或增长者。复次，弥勒，于彼时此五百菩萨众中，当有二十菩萨，于未来世能少有业障，微细业障。后五百岁，当生村落成邑，显南国土，大豪姓家，聪明多智，巧解方便，心意调柔，多有润泽，利益宏广，端正可喜，巧妙辩才，富藏己德，住在头陀，功德之行，已于无数亿劫阿僧祇，集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护持正法，弃舍生命，在懒惹处远离聚落，不求名利，常乐精勤，入众生行，善能言论，通达事典，少闻多解，于毗婆舍那悉能巧知，具得辩才，善能分别，随问能答，语意相应，得无碍辩才，或复有得无尽陀罗尼者，为四部众演说法时，佛威神力故，佛住持故，
与如来所说修多罗、其叶、受记、伽陀、优陀那、弥陀那、阿波陀那、依地月多伽、舍多迦、毗婆略、阿伏陀达摩、优波提舍能自辩说。弥勒，彼时二十巧方便菩萨从阿舍离和尚等边受此法，本无量百千修多罗具，皆悉诵持解说。以诵持此法本故，彼善男子于诸辩才心无疑悔，摄受而住。复次，弥勒，于彼时中复有无方便菩萨，若在家俗人，若出家人，于护持正法者、教法行者、真实行者，彼诸法师边所说法教，悉不受持，悉狂调弄，汝等自造此法，所说法句非如来说，汝等随自意即作此文事，待相细复，我等于此法中不生敬重，不生信乐，难遭之想。弥勒，于彼时中多有众生诽谤此法，破坏此法，不受此法，犹如继而调戏之法，与彼同行。是诸比丘不依修多罗，不依毗尼演说法句，汝等莫生敬信稀有之心，此非正法也。弥勒，彼等痴人不知所有一切善言皆是如来所说，彼诸人等为魔所持，当生诽谤彼诸法师所说之法，当作谤法业因缘，以作谤法业因缘故，当堕恶道。是故，弥勒，若欲护正法菩萨，当作方便复藏己德，与种种有形众生应须护持，勿令彼等生障碍相。二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昔有世尊婆伽婆，于彼时中菩萨成人，无有智慧，不求辩才，而于人法不能生信，乃于水边求生善根，当求陀罗尼以自护。若不如是，于彼持法诸法师边，起于诽谤生于秽污。世尊，譬如有人可欲饮水，若至泉池，若杯若井，未饮其水，先至粪秽至中，至粪至矣，还欲饮水，闻水臭秽，憎恶不饮，不说自污因缘，反说彼过，其哉，此水甚大臭秽，自过不小，而于彼水作其过久。如是，如是，世尊，彼痴人辈长夜求法，欲察法行，先于人法求其过矣，还从闻法憎恶法师及所说法。如彼痴人嫌恶泉池、杯井坡等，持法比丘应如是之。若复有人能说是法，当知皆是佛威神力。如是，世尊，于五百岁后有无知菩萨而污彼法及持法比丘矣，还于其边欲饮法味，彼不自觉己之过恶，当复调弄彼等法师，于众人前说其过咎，其染污矣，觅其过失，生厌想矣，便欲舍离。尔时，世尊赞叹弥勒菩萨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弥勒，汝善说此言，若能不求他过失短者，当知己不离一切过。弥勒，有四因缘一切辩才，诸佛所说应如是之。弥勒，复有四因缘，
当知四辩，即一切诸佛如来所说，回子一切诸佛而不许可。弥勒，何者四辩因缘，当知诸佛所说？弥勒，其辩者亦具足，非不亦具足。法具足，非不法具足。当尽烦恼，不增烦恼。说涅槃功德是生死过恶。弥勒，是为四辩，当知诸佛所说。弥勒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与此四辩和合相应，能辩说者，若善男子，若善女人，于彼人边当作佛想，作教师想，而听法义，何以故？弥勒，彼所有说者，当知皆是如来所说，应如是见。弥勒，若有谤此四辩言非佛说，不生尊重恭敬之心，增及人故，彼即诽谤一切诸佛所说辩才，诽谤法已，作灭法过业，作灭法行已，堕于恶趣。是故弥勒，若有信心善男子等欲得离远灭法业障因缘者，不可以增及人故而增及于法，不可以不爱人故于彼法边不生爱心。弥勒，何者辩说为诸佛回子而不许可？弥勒，或有辩说无有利益，不依实法，增长烦恼，不尽烦恼，增长生死，不暂涅槃功德利益。弥勒，如此辩者，一切诸佛之所呵责，一切诸佛而不许可。二十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辩说增长生死，非佛辩才，迎合世尊说诸烦恼，为诸菩萨而作利益，亦复赞说生死流转，满足菩提分法耶？世尊，如是辩者，岂非如来说乎？佛告弥勒言：与汝意云何？此烦恼未满菩提分故，为作利益诸菩萨故说者，复当说赞叹受生死流转。然此事为当何意？为当不合意？为当合法？为当不合法？答言：世尊，若有正言者，言何意合法？若有此语者，是名正言。佛言：弥勒，以是义故，汝当知一切佛所说皆是佛辩，应如是见。若有所说言诸烦恼，满足菩提分故，为菩萨说当作利益，赞叹取生死流转者，为利益菩萨故，所依者何？弥勒，彼烦恼菩萨应如是见，此菩萨不犯此烦恼罪，以于意自在，以于法亦得自在故，此是诸菩萨善巧方便。于彼处非是声闻，辟支佛地。弥勒，若有烦恼无有利益，不满菩提分因缘，不为善根门因，于中彼菩萨不应惜生命，亦不得随彼烦恼，所以者何？弥勒，得智利菩萨别有攀缘者，见有烦恼别着有为者。弥勒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若有菩萨不欲造业障，欲净业障，不缺不损欲解脱者，彼于未来世三摩耶时，应当信菩萨行，当须思维莫求他过，
常求功德之事，求真正处。佛告言：如是如是，弥勒，其菩萨于后世时应当思维，于菩萨行因之方便，所以者何？方便智行菩萨，善巧方便难可得之。弥勒，譬如须陀洹人，于凡夫行中现其须陀洹地，别于凡夫别幻。彼欲过嗔痴，诸凡夫等当堕恶道，还彼诸过恶。诸圣生闻不堕恶道，如彼正之故。弥勒，如是如是，智行菩萨污染习迷未尽故，彼别有地，出行菩萨别有地，所以者何？其心不住于诸始，而诸凡夫染着诸始，愚痴因缘不能巧知解脱之处。弥勒，智行菩萨虽有重罪，以智力故当尽如灰，亦不因彼堕于恶道。弥勒，譬如炽火，将大木星置至其中，如是烁烁至中，其火转增，炽盛不减。如是如是，弥勒，智行菩萨炽火炽盛时，将有为烦恼置至火中，如是炽火炽盛而不能减，以致力故。弥勒，以是汝应当知，智行诸菩萨其行难知。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出行菩萨未得智力者，舍家出家者，何等诸法当须舍离？何等诸法当须清净？若清净彼菩萨，未生智力令生，以生者令增长不减。佛言：弥勒，其出行菩萨舍家出家未得智力者，虽舍资财供养之事，应虚观类养名闻诸幻，应即虚舍世间言化，虚观世间言化过幻，应舍乐多说，应观多说过幻，应舍乐睡眠，应观睡眠过幻，应舍乐作诸业，应观世间诸业过幻，应舍乐喜，应观乐喜过幻。然彼舍利养名闻已，应须行少欲知足，应须清净少欲知足者，舍世言化已，应须清净乐独行者，舍多言化矣，因虚观真实矣，舍睡眠矣，初夜后夜常须惊觉，舍乐造业矣，当须清净出世之法，舍戏乐矣，因须修习乐无众生慈。弥勒，出行菩萨舍家出家未得智力者，欲得智力，如是等诸法应须舍离，如是等诸法当须清净。弥勒，彼出行菩萨舍家出家未到智力者，未舍利养名闻时，未清净少欲知足时，若未生智力能令时，若已生能令增长者，无有是处。未离世间化，未清净独行，不舍离乐睡眠，初夜后夜不净警觉，乐习作业，于此时中不能修习出世间法，不舍嬉戏，不清净无众生慈想，未生智力令生，生者令增长，无有是处。弥勒，是故若有菩萨欲生智力，彼菩萨应舍诸法当舍者，因须修习诸法当习尽者，所以者何？弥勒，智从因生，无因智不可生，因不合合不可易得生。
尔时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当观利养明文过患？何者是利养明文诸患？菩萨观时，当乐知足而无有悔。”佛告弥勒：“菩萨于中当观利养，不令生欲，作如是观。因利养故，生欲损自己行，心生嗔恨诸患，应当观利养，生愚痴，生我慢故。当观利养，生妒嫉故。当观利养，生妖患成就爱畏故。当观利养，生产屈故。当观利养，离四圣种故。当观利养，无所羞愧，一切诸佛不许可故。当观利养，生于我慢共高，于尊者边不生爱敬，一切人所不记录故。当观利养，是住众魔，一向放逸根本故。当观利养，摧折诸善根，犹如玉薄故。当观利养，多诸杂秽故。当观利养，使知识朋友加故。当观利养，能生爱憎及忧恼故。当观利养，乱正念处多污染故。当观利养，令白发羸弱缺正勤故。当观利养，最有障碍不得诸神通故。当观利养，欺妄各说不善事故。当观利养，多有分别思量造业故。当观利养，远离诸乐失禅定三摩拔提故。当观利养，犹如淫女智慧寂静远离故。当观利养，堕地狱恶鬼畜生等恶道如提婆达多优陀罗迦闻行故。弥勒，菩萨应当如是观察利养。观察利养已，如是观时，亦乐少欲，能无有悔。所依者何？弥勒，少欲菩萨无有如是等诸过患，当为诸佛法器，不随出家及在家之所欺慢，能无恐畏，得清净性。一切恶道皆无恐怖，不被降服，远离一切爱畏，离诸魔境，当得解脱。一切诸佛所叹，天人所爱念，不染着诸禅定清净故，当生欢喜，离于产区，当不放逸，观五欲诸患。如出言不义，住于诸圣种性，犯行者常观。弥勒，智者菩萨观如是等诸功德，当因须远离利养名闻，正心住于知足，应当灭一切贪欲。作事于已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云何观于世间言说过患？”何者是世间言说诸患？然菩萨观以乐独行，然无有悔。佛答言弥勒：世间言说有二十种诸患，应当须观。菩萨观时乐独行，何者二十？不护身行，不护口行，不护意行，当有杂欲行，多有嗔恚，多有愚痴。彼于世间多有言说，于出世间减损言说，清净不净法，远离正法，磨得其变，当行放逸，令相放逸，多有分别，观减于多闻，当不得奢摩他，毗婆舍那，当速成非犯行，于信佛中减，于信法僧减。弥勒，此等二十诸患世间言说，若菩萨观如是等已，乐独行而不疲倦。二十，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
舍戒远离于寂静，若有喜乐世间化，比杂染浊相破戒，复有如是诸过患，调戏多笑即分别，比有如是世间化，当有杂行无设减，若作世间清净化，愚痴世间乐智法，无智损减上谈话，增长放逸饶分别，若作世间清净化，此意不增于多闻，不合言说彼生乐，恒常减损诸禅定，独作世间心思维，世间思维何有定，不得既定无正观，是故彼无胜犯行，若作清净世间化，彼于佛边无净心，亦于圣僧不重养，舍彼最上最胜法，若当清净世间化，我昔舍身数千份，为求无上菩提缘，不曾厌离闻正法，彼等当舍不勤取，不乐男女及妇妾，我昔舍位及资财，位于一计四句故，智者何故不闻法，一切一切处当舍，亦不和合染化言，彼于圣法无余乐，难得百劫成就者，欲当解脱修功德，莫问世间所作者，不为自利无涅槃，若有所闻未依时，以此为胜可称赞，若见比丘言善来，为汝设座汝来坐，个个当化于法事，善得难得人身矣。汝颇增长白法否，读诵及诸禅定中，比丘应作如是问，如来涅槃去以后，当有法教破坏毁，有诸比丘无威仪，爱乐众中舍难惹，利养钱财衣服等，昼夜恒常共论说，睡眠不动于梦中，见于更离及苗架，此等凡夫知失矣，向于恶道三趣生，当生欢喜踊跃矣，因住树林如犀牛，在于懒惹求乐故，于是物见他过失，我是最胜众第一，应当莫生如是心，此事骄慢放逸本，如是比丘莫轻贱。次第于此法教中，不可一时即解脱，虽见比丘破境界，但信诸佛法极僧，于彼莫求他过患，此为彼作解脱因，难摄诸欲及嗔恚，于中自在莫放逸，诸法熏修未得时，莫以破戒弃舍彼，若悉勤心不精进，此罪名为不净者，修勤不见他过失，思维正道脱苦故，是故比丘欲求得，应须当舍非法语，勤取欢喜踊跃矣，犹如犀牛在空闲。